慢点，慢点。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谁说我害怕了？我只是避免麻烦而已嘛。是吗？哦。那边有声音，快过去看看。走。师傅，快快快快！这边，快，快点！我为什么要躲？你傻呀！你想啊，如果你现在出去，那大家都知道你被本小姐玷污了，你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啊？师傅，师傅。不见了，在哪儿呢？你们快去跟我搜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贼人到底长什么样。走走走走走走。没事吧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像是密室。密室？难道是我们岐山门出剑时仙人留下的密室？去看看吧。哇，我们岐山门果真有个密室，我还以为只是个传说呢。哇，竟然有这么多宝贝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听话符。有了这个，我爹是不是就能告诉我娘的死亡真相？娘的灵位，我娘的灵位怎么会在此？还有我外祖父、我舅舅的灵位，居然都在此处。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那里还有张画像。娘，娘，这是我娘。怎么样，我娘是不是很漂亮？娘，元宝。真的好想你啊。没事吧？看来这是你们岐山门的禁地，这是你爹设的机关，想来是为了保护后面的东西。你确定还要去吗？这后面的东西
不，有人擅闯禁地。这是什么？云豹，云豹，你就该永生永世，长眠于此。 娘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了我娘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但我也没有看清她的模样。算了，现在也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嗯，走吧。 走吧，元宝。爹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元宝，玉佩与你无异，快交还给爹。让我给你可以，但是你至少要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有，爹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住？ 我娘的死，你无需知道。这玉佩是不是跟我娘的死有关系？再说一遍，把玉佩交还给爹，要不然家法伺候。你若今天不告诉我真相，我绝不交。交不交？我就不交，有本事今天打死我！你，秦门主。 身上的伤愈合可望，可心里的伤是弥补不了的。把元宝带回景思阳。